海瞬间。告诉一下大家，第一棒要传递的是广东话。哦，哎呦，粤语这可难了。然后呢，我们放音频给你 学一个啊。不入而深造，黄河入海流，月强千里无，今生一城楼啊！今生一，哎呦，这太难了。哎呀，这位湖北的朋友，广东话水平怎么样？我不会讲广东话，我觉得对土库曼斯坦人来说，关键是连这首诗都不知道。来吧，开始了。Hell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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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你知唔知广东话？你知唔知广东话？王某仔，王某仔，王某仔。喂，啊，开始啊，开始。八家，八家，一三九。八呀一三几，黄我与海龙，与海龙，与海龙，与孔千里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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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里千里谋，千里谋，千里谋，感受一情楼啊！好，再见，再见，一情楼，感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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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这就冲着大秧歌去了。对对对对对，八家八八八，我也忘了，好难呐、啊。Hello，Hello，Hello， 好，把这些客套可以稍微收一下。啊，八呀一三几，比赛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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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鱼鱼鱼鱼鱼鱼，哇，记性也不好，是不是比目鱼啊？这个也要学吗？哎哎哎，come on come on，吊凳都学会了啊！然后，是传方言，动作其次的，动作不重要。比赛猛，然后。宇豪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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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六个字儿，比赛猛，宇豪龙。那我还摸，有太多了，有很多，有很多字，有很多字，字呢？光学这些动作有什么用啊？字呢？别紧张，一共才六个字儿。比赛猛，比赛猛。宇豪龙，宇豪龙，你呀、啊，相对他比较内向，你可以把你这一年半所学所用的多发挥一点，字儿对的越多，我们得的分越高。好，好，这个比赛门，比赛门，宇豪龙，宇豪龙，一共有六个字。哎呦，普通话说的还可以啊。比赛门。什么？比赛门，比赛门，比赛门。宇豪龙，宇豪龙，再多说点，随便说点啥。提醒一下贾玲，这是用广东话传过来的粤语。广东话，广东话，你知道是粤语吗？你觉得我能知道是粤语吗？来，我给你看他做的好吗？好的呀，他做的是这样子啊，比赛门。然后一样啊，然后他说有一个鱼这样，然后他做的是这样的，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的。然后有说话吗？我已经忘记了呀，他说什么呢？那我能提示他是一个什么类型的吧？一首诗，我来就直接告诉你。一首诗，第一句唐诗，第二句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啊。一个字没对啊！广东话说的这个，对对对对，为难他们俩位了啊！表现非常好，来两队换一下啊！下面进入在线教育品牌高途课堂脑力 PK 时刻，有请出接下来的两位外国友人。哇哇哇！你好，我叫欧阳娜，我在中国已经两年多吧。大家好，我的中文名字是阿里乌，我来自利比利亚，谢谢。你们一个也是第二棒，一个是第四棒，这轮马东老师第一位，杨澜老师第三位，
我告诉你啊，就捡中间一句能传下来就行。行，咱们但凡能够传五个字就行。我就负责五个发音。杨迪，五个字啊，必须要猜对五个字啊。压力大不大？跟他们在一队。你们的这个方言呢是陕西话。陕西话，好，这个好吗？放一下音频。火上有个盘，盘上有个饽饽，上有个板板，有个噗噗，把你噗噗噗。没了。再来一遍。火上有个盘，盘上有个饽饽，上有个板板，有个噗噗，把你噗噗噗。对外国朋友来说，这太难了。这中国朋友也不简单。五个字，五个字，就主攻五个字。知道了。好，传递开始。和尚，和尚，有个船，船上有个桌，桌上有个砖，砖上有个蜘蛛爬的，出出出，国丈，和尚，国丈，有个船，船上有个桌，桌上有个砖，砖上有个蜘蛛爬的，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和尚出出出，和尚出出出，五个字，国丈，你给我这个，你我来把这个，和尚出出出，国丈，你给我这个，你我这个，和尚出出出，好，时间到。我的好，来来，他说我应该跟你说，鹅掌，我的你妈这个，我妈这个这个，出出出，完全正确，什么？国长，国家，国长，我和几个人民，我们几个人民，出出出，国家出出出。五个字，五个字。我讲，我和金马人民，我和金马人民，去去去。杨澜就奔着五个字来。五个字啊，我家，我家。啊，我家。去去去，我家去去去。对，就行了。就行。去去去。Hello。Hello。五个字，五个字，只有五个字，你们就传了五个字啊！我家，我家，出出出，我家出出出，我家出去出，对，费这么大劲儿，我家出出出，是不是感觉中间好像丢了很多的信息？这样，我放个水，我让第二棒再来一下，再感受一下，我家，哦，我家。猪猪猪，中间的呢？我家妈妈，你们的妈妈，你们的妈，猪猪猪猪，很重要，听到没有？很重要。我家妈的妈，妈的妈，妈的妈，是的，是的，什么是对？你说的是对的。我家的猪又马又猪的，我家养马又养猪，但是最后吃的是猪猪猪。最后三个字儿，出，我家的猪又出，我吃。最后对了两个字，来，谢谢这两位外国的朋友，谢谢。这太难了。好嘞，各位，接下来马上进入第三轮，这是没玩过这个，好像英文传递。哦，英文传递规则。第一棒根据主持人手中的题板，用英文形容题目传给下一位，以此类推，最后一位说出中文答案，答对的得分。把有人喊回来呀、啊！这一轮，第一棒是腾哥，第二棒即使是杨澜姐，这也废掉了。最后一棒花花小童，第二棒和第四棒我们还是请我们的外国朋友来。所以这主要是第一个人，他得把他。翻译成一个简单的英文，但主要是腾哥的英文水平。我那天刷还刷到了，他想问人家你会说中文吗 ？Can you speak China？ Can you speak China？ China？ 没事，腾哥落下去的英文由我补足。那你得念一本书出来。
狒狒把这一轮的这个英文传递题拿上来看一下。嚯！哎呀，太难了！天哪，这怎么可能呢？这事儿你拿普通话说出来都不容易，我跟你讲。用英语进行传递，传递开始。好，把这些客套可以稍微收回去。Can you speak Russian? I can speak Russian. Sorry, I can't. Do you speak English? Yes, I do speak English. Sorry, I can't. For what? 没了 ，for。他想说四个字。One, two, three, four. No sun. No sun. Night. Good night. Sun, 反万道光芒。Sun. 这英文，英文。No sun. Yeah. 他想说不晒太阳就是。哦，他想说意思。英语是不能光演。No sun. No sun.No good.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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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n. No good. No sun. No sun. Every day no sun. I'm okay. No goo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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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身的单词用尽了。Hello. Hello. How are you?Listen to me. Listen. Can you speak? Do you speak English? Japanese. 这自由发挥了，开始。You say no. Say no. No. Can you speak? Korean. No. Very good. Can you speak Italian? No. Very good. Okay. 门都要关上了。Sun.Sun. Sun. 太阳 It's too hot. Too hot. It's bad for my skin. It's bad for my knee. I cannot do it. It's so hot. It's so hot. Hot, yeah. Hot. No sun. My skin is so bad. My knee is so bad. I'm feeling so bad. I'm feeling so bad. Okay, very good. Thank you, thank you. It's because of you. Oh, good.天哪 ！Hello， 腾哥落下去的英文由我补足。贾玲姐，补上补上。Can you speak Japanese? No.这是都被沈腾带沟里面，这一段有什么意义 ？Can you speak Italian? Italian? No. No. S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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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ng. Song 够上了。晒的我呀！英文，英文，英文，这不是。怎么就改成课间操了？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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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啥玩意儿啊？是舒服。太难了，太难了。两人商量着一起猜哈。Can you speak Japanese?No, no. 为什么这些碎嘴子全都传过去了？The sun, the sun, the sun, 太阳，太阳 ，hot, 热，热 ，and哎呀，跳舞，跳舞，草裙舞，为什么变成这样了？太阳热，太阳热舞，热草裙舞，热夏威夷草裙舞。这样啊，放宽一点吧。啊，恒哥再演一遍好不好？好呀，那你也猜不出来。但
但是我跟你说，一旦知道这四个字以后，很有道理。No sun, no sun. Everybody no sun. Everybody, every day. 每天都没有太阳。There, 这儿。No good, 胳膊不好。手。There.这儿 no good 也不好，也不好。There, there, no good， 没有好事儿。断了，缺胳膊断腿儿。我觉得这是一辈子猜不出来。猜不出来了，正确答案是骨质疏松。晒不着太阳，吸收不着钙。想不想打人？哦，应该还有一个 her and hair not together。 脱臼跟疏松两码事，好不好？那你说的就是 not together， 能大概能听懂是吧？要不怎么演啊？沈涛，我觉得应该悬赏，看全场谁能把这四个字准确的表达出来。非常难，非常难。好，来两队换一换啊，还有最后一道题。第一棒杨迪，哇塞！最后一棒是杨澜老师和倪萍老师。走走走，反正我现在已经找到规律了，横竖是猜不出的。你别那些小零碎什么 Can you speak Japanese 什么的，一个字一个字的说。我没那么厉害，我就比那个 no good 稍微好点。It's bad。来，菲菲，这轮的题目，哦，哎，难度也很高啊！给大家看看啊。英语传递，哎呀，这也太好说了。一会儿你来。哦，可以了吧？差不多吧。杨迪准备好了，传递开始。Hello, hello, hello, hello. Every day is good. Every day is good. Everything is good. But.But one person, one person, it's so bad, so bad, so bad person, so bad person. I don't want you good. I don't want you to. I want you bad. Okay, one by one. Every day is good. Every day is good. Everything is good. Everything is good. But.Suddenly, one person, I don't want you good. I don't want you I want you bad. Okay. What else? What else? What else? Finish. Okay. 是不是这意思？意思是这意思，但是他演了个啥？这是 I don't know. 我觉得他形容的没有那么准确。不准确。Every day is good. Good. Everything is good. Good.But one person is very bad. Who? Who? Everything is good, but I don't want you to be a bad person. Okay, right. Okay, I got it. I got it. Okay. Hi. Hi. Every day is good. Every day is good. Everything. Everything is good. You a bad person. Huh? I'm a bad person. But I don't want you to be a bad person.马老师的英文好好。Wow. You are a bad person,、uh-huh. and I am a bad person,、uh-huh. but you don't want me to be a bad person. No. But you want to be a bad person. You're right. 好的。好的。好，向下传递。Okay. How many words? You don't know. Okay, 来 come on, come on. You are a bad person.I am a bad person. Every day is good, but I still want to be a bad person, but I don't want you to be a bad person. 他说所有的事情都是好的。You are a bad person. 我们是坏人，他也是坏人。他可以是坏人，我们不是坏人。是的，你们是坏人，我是坏人，但是我想当坏人，我不想你们当坏人。不带翻译的啊。So you want to be bad, and but you don't want us to be bad. Okay. 他自己愿意当坏人，但是他不想让我们做坏人。三个字。三个字。三个字。三，哎，我说多了。这样，三个字，一个字一个字的说。那你来。好人，好人，快来。第一个字、，hungry。Hungry， 饿了。第二个字 ，sit， 饿坐。
第三个字 drama 哦，剧，恶作剧，恶作剧。